我是来自广州的张健，我的跑鞋是轮椅。今天是北京马拉松第41届，也是我人生的第85场马拉松，希望我可以完成100场马拉松，为中国跑者加油，为自己加油。我是一个轮椅跑者，由广西南宁来到北京跑北京马拉松，第一次参加国马，真的很高兴。我18年开始跑马拉松，全国的全马我已经跑了20多个，差不多30几个全马，剩下来的还有20多个半马，已经跑了50多场了。跑这个国马我已经准备了大半年时间，每天基本上都是10多公里，一个月是一个半马一个全马训练过来的。我是来自湖南长沙的，昨天下午特意赶过来马拉松，我是2017年开始的，到今年应该是6年了，跑过全国上半年的马拉松有10几20场了，已经全马是去年刚开始的，现在感觉跑全马比较过瘾。就像我们做轮椅的好多都是出不来，通过这种马拉松的运动，平时的锻炼能增强自己的体质，就是带动身边更多的残疾朋友参与这种体育运动。